前期还下不去，看这里四个动作教你快速完成前期。动作一，锻炼折髋能力，动态20次，注意是从髋部折叠，不是弯腰，静态停留10个呼吸。动作二，腹部核心收紧，左右腿交替屈膝，各20次，拉伸腿部后侧。动作三，腹部紧贴大腿，臀部上抬20次，锻炼髋部和腿部的韧性，一次比一次抬高。动作四，双手放在前脚底，背部延展，臀部向右上方、左上方摆动，加强大腿后侧韧性。现在我们来进入前期体式，双手抱住脚踝，重心放在前脚掌上，你看是不是很简单？如果你也想前期快速下去，收藏起来，每天跟着我练习以上4个动作。